心，爱有一颗心，永远伴随亲爱的总结。梦了发不愿的中国，你有一坨情，我有一坨情，祝福保佑平安的中国。终究过，中国那有一个祖国，那个幸福，那个快乐。你有一双手，我有一双手，创造世界奇迹的中国。中国，当时我接不到土人那一集天发时候呢，他给讲到哇，我都要唱汉语版中国的那歌，我就感觉心情十分激动，因为可以用我的人的客家话来去为祖国歌唱，所以当时呢，真的激动，我就一暗部。
其实，周杰伦的 MV 的时候呢，从演唱啊，包括拍 MV 呢，都是你都比较多困难，特别是从演唱方面，因为在演唱方面的一条歌比较高音，所以大家都一直去给突破，包括艾斯加，艾斯加都是唱的六个歌词，来当六多分稍微个弹的第一种效果，包括特别是拍 MV 的时候，因为那你拍 MV 是在世界各地拍的，所以一只每天嘛，大家都每次拍鸟的时候都太多标准，所以大家越重拍啊，越重录啊，所以不断的要同人沟通，比如说细节，比如说人生通过唔多位的方，我哋都要重新去拍。当然我系希望佢哋人能够带点一种诗和感、诗心，特别系用我哋人咧闽客家话来唱的时候。更多想的，我们也作为中国人，作为客家人的一种自豪感。这份荣幸而且自豪的事情，当全世界全中国的人各凭借客家话去结合谈经验的真正的客家精神，好啲都系敬爱下啲人的客家文化，你一又一要通力去发扬下啲人客家文化。我骄傲我系只客家人，并且我系只中国人，更加热爱我哋嘅自己，我哋嘅客家文化。你用更多嘅人了解我哋自己嘅风土。热爱自己，而且还有保护自己。我坚决爱祖国，我真的好向往我的祖国，中国，中国和新加坡友谊长存。将我的整个的客家文化奉扬到全世界，用我的自家客家话，而去为祖国沟通，来去搞点十分适合。